管他俩了。他俩去上他老家去了，他小平的前哥不是他老来了，爷爷没回家，打电话叫他去了，去了。这是不是一根能上面发出来好几根？哎，一大不得。八六七棵。你别就是这样种，你可以看长还看短，这儿。哦，就这种都是叶儿。嗯，就这侧着，它给它边边都开始长了。哎，它倒不是甘蔗根那儿是它的哪呀？丝儿那儿是它的种子。哦，我以为是甘蔗根，我也给克莱讲着，我说克莱甘蔗根那儿就是有须儿那儿是它的哪号种子。大小都会干活，克莱就是给那挖个坑。再听听。那是往弯土的弯泥的。这一种白菜好吃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白菜心儿。白菜心儿配着牛肉拌拌，就是条条弄点香菜，可好吃。哎，凉拌白菜心儿，好吃。伸手头吧。哎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最害怕这种。你这是吓人吗？你啊！海豹，我说我害怕蛇，害怕老鼠，超级害怕这东西，就这种球。可软体动物都，咋不得了？我这人来找哥子找了可勤，我都说了，我谋财了我都找他。找，咱这人有。不是多少那胆不得。就这都中。这若不得，这我这玩石头我拿针写的。不要了，就这仨都够了，仨都能吃，能吃一顿。白菜炒豆腐，我的最爱，一辈子都吃，一辈子都吃不饭的菜。哎呦，我了个锤又来了！我不要，你别吓我，你捏了锤也来。我差不多了，快到了。不是吧？那石头，还手。啊，还不吓死我了。你给我掏个井吧，掏井吧，掏吧，地里。掏脚杆子石头井里。啊，省钱打井了，妈呀，就是我。他还给你买棒棒糖。别堵住了，别，我走了，别了。离我远点，我又玩上个蚯蚓。叫你那水瓶喝了，叫你那瓶喝了，叫那蚯蚓装瓶了，跟那老爷撒回家，叫那老爷钓鱼去。第二回就再多吃药磨你。第二回我给你添一碗那面皮吃。哎，面皮就是好吃，面皮。嗯。要回去那事儿了，再撒回去呗。蒙了咱。约。哦、就是说蒙可蒙了。那边种上了，甜的很。今个你可找着事儿干了，找去了。你这菠菜一颗都，天哪！那好摘摘，还啥还啥，就装着这个。都轮到了这菠菜。哎，我拿回去给俺妈点儿。它再长一段时间都该老了。我是炸香肠。我去我老家，俺奶都给我煮的。这不老啊，这轮到了这。哎，哪轮到了？以后咱家要不用买菜了，多美呀！因为纯熟来烧的，纯熟来烧的。哎，娘，弄菜了。哎呀，弄点菜。俺的白菜可你做饭？有，那不是俺妈家的弄了啦。俺家是啥白菜？俺娘家种的好白菜，叫我去拿点儿。那喂的那个三点儿好点儿。我求你。蚯蚓，其实来咱这可顺，一直。那怎么没多远？啊，没多远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克莱，啊，看这蒜苗够你吃不够？够。啊，这蒜苗多吧？那是蒜骨头，那是。妈，给我盖上。我盖上了。Yeah. 老头，你是个女汉子。嗯，厉害。厉害。大着我，我也不怕。厉害。老头真带劲呐。这不行，这不中。了，啊，下雨不漏了啊！厉害，啊，真的。那俩跟我像。再下雨给他都不漏了啊！这是我的小别墅子。老头，你先出来，我帮你搞个东西。我在。耶这。都干活，你是没事，学习我都给哥哥说，我这老年生活我都想弄一片地，学学种菜，学学种花，还没干过这种，没有种个菜，哎，也可有意思呀，我觉得能这样，哎，少
偶尔干一下可有意思啊，等到多了你都感觉到没意思。种地是老累，但我也从。能看见老头吗？没，哎，我弄旁边了。我是大乌龟。咦，就是像个乌龟，一喊喊喊，这个都怕的。咦，头上我看见头，头看见，头嘞，哎，盘着就盘着呗，盘着像乌龟盘着。哎，露个头，露个头，爬吧。这里放了。我的家还能搭帐篷。你造好了我的帐篷。我的还没造好呢。那完了，坐不中去。谢谢杨勇勇。哎，我今儿差点买着爆米花，我最好吃的就是老式爆米花了。出来，可乐，出来，出来洗手，吃点东西再玩。脑筋桃花别墅。还有个枕头的吗？废料子还弄了个枕头，做了个。就是这肚子不想出来了，呆住了没风。我给你录下来啊，等你长大了我让你看看，我给你保存住。过去一会儿先让可乐，可乐来实验了。他在这里玩好了，今儿个可玩开心了。你玩的开心不开心？看这个草样，这个草样啊，你都不认识麦啊？我认识麦，这是看着像草地，看着像草地，远处看。嗯，某山洞这不是有小孩儿？像麦一样，非得麦。咦，我第一回来，你呀。只要有一片地，都能种出来，可多菜。这都能种上菜吃。这是啥菜呀？那是花肉。你要花肉，有地方栽吗？没有地方栽。那是生菜。啊，我知道这是生菜。我没见过这菜。生菜也给它好了吧？不弄啊，先就今儿个好的菜，我都待好几天吃。吃完了。吃了了，一块来了，嗯、拿了叫东西给你捎过去。嗯，要说说。这样这样叫我搁家摘，我只叫这黄叶摘了，这都溜过。嗯。也别往那里去。就简单一点，其实就咱家里边儿有青菜炒可以。就是家常菜，我也不跟妈说，妈说得去外县吃的。你不出去吃，我就喜欢平常自己在家。就光想在家做饭吃，都不想到外边吃。你家来哈做一顿，可没吃过。
其实格子多少多半呀？没牛，我不种，我来俺妈这儿，多少多少都是夫人做的。我就是打下手儿。嗯，就家常菜都可没，其实。嗯